接下来应该是颜值的环节，胶原蛋白的环节。我想问一下，昨天之前我有吃那个直播，你们让我吃火锅，太棒了！你们真的很下心了，我要开演唱会，你们让我直播吃火锅，你们是安的什么心？你们是想让我在现场破音吗？不是想让我现场，不然转身我就上厕所了。我觉得幸福的环境刚刚很幸福，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不一样的环境，因为今年我觉得做了很多事情，除了为人父之外，我还为人师吧。既然吃了火锅，我们应该把卡路里燃烧。Thank you.
段自己的机会。欢迎美女，欢迎美女。现在很开心哦，就是非常非常难聚到大家。是的，欢迎还在有一个节目，那个节目是也是跟火箭有关系，然后还有秘密啊，秘密。当然也是因为这个泰国的关系，所以说他要飞回去过来，那时间不行了，也尽心尽力现在就是帮大家聚集到了一起，你们开心吗？真的很开心，看到了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火箭少女101。也很荣幸可以接受到杰哥老师的邀请，参加杰哥的那个演唱会表演。然后我知道明天还有一场，所以我这次在这边祝杰哥演唱会完美收官。好温杯，好温杯，你要泡枸杞。然后杰哥他不仅是我们创办音乐的导师，也是我们人生的学习榜样。所以今后未来火箭少女101会继续加油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支持我们哦。好，火箭少女最近你们的新的歌又发了，对吧？对。是什么歌？跟大家说一下。新歌。来来来。那个是我吗？现在是未来。有很多新歌，对吧？对，不知道应该怎么说。我总是前段时间听了 Light， 还有之前的 Drop， 对吧？还有这个月亮姐，月亮姐，月亮姐，真好听，喜欢吗？大家应该有些还没有听到，因为刚刚发嘛。这你们的榜单也是蛮前面的啊，你们也是要注意一下啊。我希望就是越来越多的好的音乐能够蹭蹭的往上涨，我觉得好的音乐就要大家去享受，好不好？希望火箭少女能够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，好吗？谢谢我们的火箭少女。